啊，我们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个 U18 啊 ，U23， 我们最讨厌的是哪个？最讨厌就是韩国人。所以不管怎样，绝对不能输给韩国人。OK， 韩国人最看不起我们台湾人，我们拼给他看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，当你穿上这个，你在练球，你就要记得，你不是你自己，你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，就像出去打仗一样，你就是国家的一份子，所以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，哦，保护自，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要受伤。可是全力以赴，因为你是为了你国家。